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亲子会节目。今天来和我一起来猜蛋，我们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蛋。什么蛋呢？其实这个也不算是蛋，对吧？是个盒子。也是属于蛋，它是礼物盒吗？嗯，是迪士尼的。对，还有奥特曼的蛋。那今天咱们就和小朋友们一起来猜蛋吧。好。一拿起来它就开开了。看看这个是什么呀？它着急出来。是什么？是个小房子。哇，这么漂亮的小房子，还有院子呢。院子里种的树，还有后门。对。哇，院子里种了很多的绿色植物。这个房子的颜色呢，也非常的漂亮。房顶是红色、黄色，然后呢，房身呢是红色。还有一点紫色。花园里还种了花，花草，太好看了。我是小猪佩奇。你好，我是小猪佩奇。你跟猪学的一样。然后呢？可爱的佩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是小猪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妈妈。应该是这是他们都很可爱哈。这是一个拼装的。这个我爸爸妈妈好像是在这边的。嘿，刚安上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安置上。能不能是看准前后呀？它翅膀那么安对吗？在尾巴后边啊，哇，这看起来像一只恐龙啊！你得看好了，前腿大还是后腿大呀？这是后腿啊。后腿是比较大的，是吧？对呀，前腿比较小。这是一个蓝色的水龙。是水龙还是飞龙啊？水龙。它这不是带翅膀吗？不是会飞吗？它是水龙。哇，看看长得多恐怖呀，谁见到它都会害怕的哈。特别吓人。好，下一个。哇塞，这个好像是个戒指。是个愤怒小鸟。手电，关了。看看，来拿近一点给大家看。是吧？关了。是一个愤怒的小鸟的手电，可以套在手指头上的。我们这个很方便，只要套在手指头上，一打一摁，它就会亮的。好。汽车它一动啊，它就会就把垃圾呀、还有什么拉石头或者拉沙子
就把它给倒下去，非常方便的一个自卸车。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我看看，不知道。好，下一个。车上啊，很酷哦。好，下一个，嘿，不倒翁。哇，是一个国王，是不是国王啊？对呀、啊。不倒翁国王，看看，叮，非常好玩哦。好，咱们随便打个都是不会倒的。这是米妮，米妮，还有谁呀？小马宝莉里边的，不是太，应该是太阳公主吧？看看这个太阳公主，好漂亮哦！她是姐姐，月亮公主是妹妹，是吗？月亮公主和太阳公主谁更漂亮啊？我感觉月亮公主就是变成梦魇之月的时候漂亮啊，都很漂亮。那、啊、我们的米妮也很漂亮，大睫毛这么长。哎，那是什么？一个蛋蛋。哎，这么点呢？是个变形蛋吧？嗯。哎，你瞅瞅这个小小鸭鸭。是谁？哇，怪兽，就是，是不是怪兽啊？变，不是，怪兽变形蛋。对。妈妈，我把它变成蛋吧。好。这里边好像可以装东西，其实是这里边是来装头的。没了吧？还有一个吧，那个没有啦，拆完了。啊，都拆完了。我们又得到了这么多好玩的玩具哟、哦，这么多啊，太多了。每天呢，你都会得到这么多的玩具，能玩得过来吗？不能。那你太幸福了。好，今天就给小朋友们猜到这里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收看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